彰化县政府为着要提升细粒卡玛豆产销竞争力，二十号甲秀水乡农会共同举办第三届健康优质设施细粒卡玛豆的评鉴、颁奖典礼、甲农特产品展售、美食甲肉类推广试食的活动，呼吁消费者加食在地产销的细粒卡玛豆，甲在地的农特产品。啊，透过这个评鉴啊，咱拢吼会当甲咱检出来，这个小果番茄啊吼，不但是品质上好，啊嘛会使讲伫咱这个台湾啊，会当种出这个温带的这个水果吼，讲起来真无简单。这显示着讲大家的这个啊，这个技术吼，愈来愈进步吼，愈来愈进步。透过这个品尝会啊，会当予咱这乡亲士大来啊。品尝这个小果番茄，啊，其实人吼，也是透过这个活动，要来提升咱的这个知名度。哦，我种植小番茄哦，已经十多年啊，以前是为外口吼，就是咱俗称的外口大饼啊的，啊，慢慢为着要予品质有通较提高，啊，所以讲我会用设施的啦，啊，设施的种落吼，品质会较稳定。吼、哦、啊！迄落风雨来嘛，较袂损害，较袂遐济。啊，毋过这一年小番茄吼，伊较薄皮，你有听若雨伤重的时阵吼，伊嘛是会憋气。啊，所以讲咱爱利用咱迄落控制水分吼、哦、啊天气，安来控制伊的甜分才会较悬。第三届健康优质设施设立卡玛豆的评鉴，总共有21个乡镇市71位农民报名参加评鉴。这项评鉴推广细粒卡玛豆到全国，让消费者享受到彰化健康优质的细粒卡玛豆。公益频道市社昌秀水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